说在云南昆明滇池会展西路，一男子骑马深夜狂奔，还闯了红灯。近日呢，昆明交警通报称已对涉事男子做出了行政警告的处罚。可能是荒野大镖客玩多了，公路上策马扬鞭本来就不对，这闯红灯就更不对了，真把公路当马路了。